黑森林，还有一个。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只想见到你。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只想见到你。想见你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苏雅，我是 Linda。我跟你说，他跟我说的这个计划的时候，我觉得你疯了啊。怎么有人会表那里啊，大姐？你这个就是 outdate 啦，现在都是流行来的。我们搞死我了，大家都不觉得？我跟你讲，因为我的胡子是真的是不是开玩笑。怎么样？你知道有一天早上哦，我在他的房间，我跟他讲，你知道，你看我胡子是不是很多？他讲，哇，哎，一圈哦。我真的不能讲骗他的话，因为他皮肤真的很白，你看他胡子有点颜色就超明显的，在这么白的身上。但是我不讲你可能不发现，那我一讲你就会一直盯着我胡子。然后哇，哎，你顶完了喂，真的是俊明吗？真的没玩过，好啦，慢慢带不同的男人回来。昨晚叫 Peter， 今晚叫 Tom， 明晚我就叫 Gary， 后晚仲有叫咩 Alexander。你讲咩啊？你讲咩啊？我讲啲咩啊？你们现在会不会一直看到我的胡子啊？嗯，我觉得你讲完之后一定要盯着看。是哦。哇呀！有点多，尤其是这两边啊，尾端的时候是不是？我就上网去找，到底用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我的胡子？有几个选项，第一个就是剃，就是剃呢会变粗，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拔，就麻烦一点哦。这么的细跟密，你要拔到什么时候？然后再来就是那种，这个也很可怕，感觉我嘴巴会烂的，这皮直接一起跟着飞出来。再来一个呢，就是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。漂啦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厉害的发明，它就是会把你的胡子像漂头发一样，就会让它颜色淡一点点，然后、不是白色的，可能是白吧，就金色的，可是应该不是那种发亮的金啦。上网看到人家做是真的是有差别的，你真的说哎没有胡子，除非你近近看，哦，近看就说你有金胡子。请问你掉的是金胡子？银胡子？可是他们有讲，就是如果你用的不对的话，可能真的会变成超金胡子。直接让它变成金的好不好？他们想看啊，因为他们想看你自然的吗？他们想看你变金。好了，我们看，赶快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。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只想见的。这个是哦。Gigi， 我们有业配啊，厂商要找我，非常欢迎。他们一直在推荐这个，然后他这里就写 lightens face arm and black hair， 脚毛也可以用哎，所以我脚毛也可以 ，Oh my， 很多，嘎拉带也可以用，嘎拉带，金色嘎拉带会比较好吗？就是如果你还是看到有毛，可是金的，会不会更想看着？如果像你穿那种比较容易跑出来的，至少没有炸，有没有？至少炸出来的是不会太突兀，不会哦一搞黑黑的东西，是一搞金的东西。知道怎么做了吗？我不知道啊。这种跟那个漂头发的很像哦。Shut off the plastic。看十分钟就差不多会变成白金色哎 ，Oh my god！ 看它的成果，哇，它的毛还在吗？好像没有这样哦。好，那我现在去洗嘴巴，清水就好了吧？做咩 join 啊嗰啲咧？你哋唔好话俾佢听，我讲咁多啊，知唔知啊？晚晚都唔同，几精彩啊，苏小姐！再给你们看最后一次我的胡子 ，OK。哇，我是男人吗？哇，好紧张啊！你咁样，刚才我都觉得好期待。一圈，这样哦，摆中间。紧张。会来撸哦，真的。你想够不够放哦？胡子会很搭配。够。Oh my god！ 好紧张，好紧张。我来了。旁边的厚一点啊。好。拉唔拉？唔拉。好舒服，好舒服。我哋好似 KFC 爷爷一样。你话要完全冚住佢，哇，少少辣咯开始，哦，好辣，好辣，鸡翅，好辣，要十分钟添喎，开始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baby， 哎，系痛噶，靓紧啊，变靓紧啊，同你讲，即系有冇窿咧？哎，好，有啲，哇，几痛噶，越嚟越痛啦，系咪？女人啊，要靓唔要命？拍一张缩图好了 ，OK。好痛啊！系咪噶？真系好痛啊！喂，唔系喎，你仲有啲未盖到啊？咩？近你嘅鼻哥窿嗰度。好痛啊！真系好啊，有一点要流泪啦。我等了五年了，我就在等这一盘炸鸡。这样子准备女演员五秒之后要哭出来，五、四、八。
仲有六分钟啊！吓？如果你另外一个想漂的地方会是哪里？神之喎，好噶呢度，好噶。对唔住啊，佢唔应该咁样讲嘢噶，你女仔嚟噶，你嫁唔出噶你咁样。我们先摆到我买东西的，信不信就看你们了。嫁唔出啊？咩吓咩咩吓到咩啊，大佬啊！给大家看一下，而且对于这么白皮肤的来讲，其实它还蛮适用的。你要先看成果再讲，万一变成金色了，我就丢掉了。我而家咁样睇咧，我成块面都系毛啊！不如成块面擦啊，既然都系啦，敷埋成块，哇晒啊嘛！我在想啊，如果现在那种金色了，它之后长出黑色，不是会看得出那个布丁布丁胡子哎？对。Oh my shit！ 如果真有用咧，我想整呢种。我觉得呢个你咁擦俾人睇哦。唔使嘅，我自己整就得。十万啦，十万以上条片，超黑森林，还有一个最黑的。棒。还有一个最黑的。对不起，我冇管教好佢。你咪想搞出嚟啦！我们说眉毛而已啦，不好意思，眉毛而已，眉毛。最后一分钟倒数。我准备去了，我准备去了。喂喂喂！来了，各位观众。哇哇！各位观众，四条烟。啊、我好紧张哦，我们这台都是变景色。三、二、一。不见了我就不见了喂 ！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妈，而家再望真啲先。好，系咪冇啦？啊、好像真的毛喎，你就还有一点点哦。你像我再用了一次，你看得到那个白色的毛吗？变白耶，真的有变白，还金金地的我这边睇。真的是金毛，你好像剃了一样啊，感觉好厉害，好像毛咁样啊。鼻毛要不要弄一弄？你下面的毛就是金色的，你看。我说嘴巴下面，很可爱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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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哒哒哒哒！哎，收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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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成块面立立地嘅喂。哦，你仲有啊？真系唔系你噶？应该唔系，系因为你真系黑。啊？好干净。真啊，好干净。哇！呢度真系好干净。哇！好干净，干净晒。哇！干净嗬？呢两忽系咩意思啊？系因为你真系黑。冇啊，污糟咗啊！我平时吃饭忘记擦嘴巴。哈哈哈哈哈！两个地方对不对？这两个地方更明显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两个？点解啊？点解？点解啊？这我要再漂一次哦。哇！唔得，唔得。我放了不够久 ，maybe 不是不是，因为我看起来不是毛黑，是毛，不是。你看，你那一块的皮肤是黑的，你不要怪他，你自己看那一块皮肤，你不要打来黑色的。棒，我红定了，这是我牺牲了吗？中间很干净哦，你看它还有一条条毛黑色，金的，我这边看是金的，黑的。已经尽力了啦，黑的，我要再放一次，是黑的。这我们刚放不够久，你认真吗？不认真，我再放一次。这次真的是没有的话，我也没办法了哈。Go， 再失败你就接受那个是你皮肤。好了，哦，现在好一点嘞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啲吗？哇，好好多。好多系嘛？真系喎，那还是有黑，但那就是你皮肤，真的是你皮肤。好，我要接受了。好好多，系啦，干净咯，干净咯，全干全干。哦，终于三次过后啊！幸好我没有放弃啊！妈，很干净诶，它是成功的，它可以啊。一定不能、哦、好可爱，是白毛哎、哦，这很自然。我只能说，我入眼看，你不会觉得很突兀，对，不会觉得突兀，是很自然的一个颜色在上面。Oh、God, 哇，很开心哎，好可爱，我真的觉得很困扰啊，那条东西。所以，如果跟我一样有小胡子的女生朋友，我觉得可以 try try。好啦，那么这一篇就这啦。如果喜欢的话呢，记得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，也不要忘记追踪我们两个的 IG， 一个订阅滴答。耶！好，那我们就下一篇再见喽，拜拜。白胡子姑娘，等一下，我以为你讲白虎哎，哦，是。
白老虎啊，白老虎。